他们身上是被剥皮的。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在队伍的最前面，由中介他用竹竿架起了挂着的，是劳工剥下来的皮。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移工被剥的皮被中介拿在手里，就形成了其实我们常见的剥移工皮来控制移工。我们今天的游行队伍，大家可以看到，有剥皮移工的代表，也有雇主朋友来声援。原因就是因为这条修法是一个对于雇主、对于移工、对于政府三赢的修法，但是这个修法去年就已经在立法院提案，为什么到现在还躺在立法院里面？原因就是因为这条法案通过之后，唯一损失最大的就是中介。修法通过之后，中介就再也无法每三年从同一名移工身上收到高达10亿元的国的国外中介费。harus perpanjang kontrak harus pulang。所以台湾移工联盟早就在2013年举办相关的游行还有讲座，那他们说我们不关心长照制度，不关心家属，试问他们在这个时候才跳出来讲话，难道他们就比我们关心吗？除此之外，中介还散布了许多的不实的资讯，他们告诉雇主说只要修法，移工就会跑，就会自由转换雇主，就会不再愿意照顾他们，资讯。这个说法通过后，反而会降低移工逃跑的几率，因为他们不用再每三年就出国再被剥削一次，就完全降低了逃跑的诱因。好好的去媒合这样的问题，而我目前的经验都是觉得有一点便宜行事。那三年到了以后，我觉得好的，我想留下来了。我发现了一件事，大家就要出国3个礼拜，最少我听到的都是3个礼拜。那这3个礼拜对我们家就是一种痛苦，因为感谢我所有的外籍劳外劳看护把我顾得太好了，所以我家的人都忘记了怎么样照顾我，怎么样帮助我，所以当人出去了一天，对他们就是一种，对我的家人，对我就是一种痛苦。这个法是一个非常可以补足一些现行现状的法，我们呼吁我们的政府，各位立法委员们，一定要尽速把这个法通过，这才是让一个弱势的家庭跟弱势的劳工可以好好的互相去沟通跟协调的一个机制。废除3年出国一日的这个规定，然后并要明定相关的法规，要保障我们如果废除3年出国一日，但是移工还是可以有返乡休假的权利。然后再来是除了同意上面两个诉求之外，我们国民党和时代力量同意说要保证
不会用任何技术性的方式来阻挡这个法案的通过。进到国会之后，不只是像我们这个移工的社团朋友来找我们，我们自己的立委朋友也开始去收集相关可以推动的改革，我们绝对会是各位在国会里面最坚定的伙伴。我全力支持这个法案，已经出了社福卫环委员会，接下来如果民进党拿出道德勇气，绝对多数在立法院把这个案子排进来，国民党一定全力支持。他们今天并没有站出来为移工朋友说话，也没有站出来签署。尤其我们要告诉民进党，你是现在的执政党，你不要在我们拜会你们的时候说你支持法案，但是实质上不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如果你们支持这个法案的话，请以实际的行动让这个法案进覆二三读，在这个会期通过废除三年出国一日的这个法案。